大家好，我是杨百万啊。今天又来了两个新朋友啊，我们带他去尝试一下我们荣昌的卤。来，每个人挨着打个招呼。来，周哥最先啊。Hello 啊，周哥也今天荣归故里了啊，衣锦还乡了，对吧？这小兰 ，Hello， 好好好，战神 ，Hello。好，这个朋友怎么称呼啊？啊，叫我小潘就可以了。小潘啊，小潘，也是看我视频和直播的啊，啊，忠实粉丝，这个， Hello. 一哥，啊，这个朋友是昨天晚上过来的，我有点腼腆，有点没事没事，这个可以理解的。那我们先去啊，我们到了吃东西的地方，再接着拍。买只卤，在不在？啊，要在，啊，要在。不，又不要那个脑壳，都是全部，哦，都是全部啊。嗯，好，84个呀。好，在一起啊。再整点那个，我看一下还有些啥子。鸡肉、鸡肉、裤带。整点黑桃肉，整点黑桃肉，整个10多20块钱吧。黑桃肉太高了。我晓得。好，差不多。108。108啊，我这里来，我这里来，你不要给我蒸啊。没用的。不要给我蒸。来，老板斩掉了，拿了，当然是了。这个是我们荣昌最出名的卤鹅，有两家很出名，一家是小罗，一家就是陈老五。嗯，好好好，我们自己带了一点菜，可以帮我们用盘子装一下吗？买的卤鹅，对，买的卤鹅，好，弄个这个鱼，就这个嘛，两个嘛，就一份嘛，一份两个，啊，一份两个啊。然后这个皮蛋来一份，皮蛋，还有一些，然后你们看啊，自己看，自己勾，来，自己看，自己勾。啊，自己勾。没有啥。龙哥想吃啥子啊？龙哥，有没有？龙哥不说话，随便啥子都可以啊。可以，随便。嗯，要得走这边嘛，龙哥，坐这边嘛。对对对，我们坐着嘛，我们都坐着啊。来来来，都是不喝酒的，挺好这样啊，都不喝酒的挺好。还是要庆祝呀，还是还可以。来，我们一起把这个打开碰一下嘛，啊，就是，对。来，龙哥，来来来，各位。欢迎龙哥，开箱二位。啊，对。站起来。啊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碰一下啊！好，敬龙哥啊，敬龙哥啊！祝龙哥生日快乐啊！啊，龙哥，我随意你干了，好不好？你不要开玩笑啊，龙哥！开，蒸笼，开蒸笼啊，开蒸。我发现龙哥不得变呀，龙哥变成太沉默寡言了，成熟了，哦，越来越内敛了，明显的成熟了很多。喜欢笑啊，你是不是出去时候咋的自由了啊？来尝一下那个拔腿儿，就远道而来的朋友，你们先尝一下那个拔腿儿。来来来来来，朋友，整一个，这个可以的。好，我们就随意了啊。人吃的吃烩面这些嘛，都是娃娃就吃的大。啊，日子过得恁个苦。欢迎欢迎你回到大本营。不，龙哥，龙哥，你家一天吃那烩面粑粑，已经算是非常好点了啊。我们烩面粑粑都吃不起。这一次吃不了。哎。这一次吃不了。你想他是哪个不？抠门羊。别个都叫我耿直，抠门羊。这个传说中的荣昌卤鹅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啊，挺好吃的。很好吃啊。嗯。这个我们没有吹牛逼。你可以拿这个蘸一下这个酱，试一下。嗯。啊，蘸了酱的啊。好，菜上的差不多了啊，你看有什么头皮啊，这个叫喝桃肉啊，泡椒牛肉丝，鲫鱼烧白，皮蛋，这个叫青椒皮蛋，卤鹅，花生米，那个叫什么，那个是什么，啊，鱼香肉丝啊。哇，还有啊，还有，算一下账啊，多少钱？吃好了啊，吃好了，一点点，吃好我们就差不多就走了啊。
那今天就是我们吃这一顿是为什么呢？周哥你知道吗？是，就是因为你从泸州回来，荣归故里，对，知道吗？为你接风，懂不懂？我也回来接风。来，周哥说一声拜拜，最后。好，拜拜。好。